Hello， 大家好，我是伊利，伊利带你看上海车展。现在我身后的这台车啊，非常的炸眼，因为它有非常多的颜色呈现，一共是有32种不同的颜色能够同时呈现在一台车上。那这一台车呢，它是来自于宝马的一台概念车，名字叫做 iVision D。那这一台车呢，它其实是一个通过整车的一个电子薄膜的覆盖去呈现不同的车身颜色，通过不同的脉冲呢，它能呈现出32种车身颜色，同时啊，它的轮毂也是可以进行不同颜色的变色的。那它其实在车头看来的话，还是非常的有宝马家族的辨识度，比如说它的双肾造型也是有所保留，另外它的天使眼大灯其实我们还是能够看见痕迹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聊到它的内饰环节啊，它内饰环节非常的简单。那它的这个系统呢，叫做爱数字情感交互系统。这一套系统啊，它也许未来能够实现与人交谈的这样一个体验感。另外啊，它整个车内是没有任何的实体按键的，仅是一块投影屏幕就能够实现整个车机的所有操作。这让我感觉到，也许在未来车啊，它真的不只是一个代步工具，它是有温度的，它是能够实现情感交互的。我们不说现在的车叫铁皮嘛，那未来车也许真的活灵活现呢。好了，我是伊利，咱们下一条视频再见吧。